各位同心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明仔是3月8号，3月8号呢，咱有40个同心啊，要为桃园出发，坐长荣航空去直飞这个美国的New York。啊，然后呢，伫 New York 啊，大只暗。然后呢，计登刚要来这个华盛顿 DC。啊，3月11号，伫华盛顿 DC 的国家记者俱乐部。这个美国的国家记者俱乐部是啥物款的组织？就是讲，全美国所有的外国媒体，拢总伫这个华盛顿的这个记者俱乐部啊，迄大楼哈。你敢看？你来去看咱的官网，来你的官网的首页吼，看麦啊！伫这个官网吼，你个看会出来这个首页吼。啊，你啊，这个所在你看吼，好，这有一个哈 ，National Press Club Building 啊，迄个国家记者俱乐部，迄个这个 building 是大厦。伫这个所在，这个规个拢总内底拢总有1000多家、2000家。诶，这个通讯社，啊，全世界通讯社，拢伫这个内底设办公室。咱要伫内底上盖大迄个厅，啊，举办记者会。因为咱伫2月28日已经控告，已经控告了美国政府跟中华民国。这个来，过去一个，来，这个。好，林志升秘书长，这个文拿出来，这个啊，来，你看哈，卡会卡一个，我说明较清楚，搁卡会卡，唔是啦，上面啦，我讲错了，好啦，以前伫美国，你若控告的时阵哈，伫这个诉状告诉的诉状哈，只有一个，好来。这个 civil action number 就是讲，咱这个控告，这是叫做属于啊民事。以前伫这个所在，给你登一个号码。即马呢，唔是即马伫这个监管 case 即案子啦吼，案子，我估计迄时讲的1:30，啊1:15提去上去，啊00295 CKK。咱拢总这个控告的文啊，拢总有27页。咱台湾民政府伫美国咧告伊，伫美国咧控告中华民国，甲这个做美国的时阵啊，咱拢一向拢总公开，我们没有秘密。所以中华民国对咱啊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因为我已经甲你讲过啊，台湾民政府所做的任何工作拢是。公开，我们没有任何秘密，所以呢，因为平安呢，因为美国跟咱讲，你台湾民政府在台湾上课的时候，一定拢爱公开，甚至咱帮你上课，恁等一撮，伫你的电脑电源你嘛看会到，含第一期的4年前的第一期的课，你嘛看会到，每一期拢伫电源拢有。所以呢，你来伫这个所在去参加台湾民政府的上课，你会非常放心。咱不是秘密组织，咱是正正实实要跟中华民国个演落倒，就这么简单。中华民国演倒那种点点，咱反应慢半拍，起码嘛要个你慢半拍。我看你唔知当时在编个倒转啊！坦白讲吼，这也袂当怪恁啊，受60年、69年的教育啊，要叫你变过来吼，有的人坦白讲较实的话，为生出来，甲伊去见迄个上帝，都拢也捌听到咱即马讲这个论述的，胃头模糊、迷迷糊糊生出来，甲过身嘛是迷迷糊糊。我讲有理无？为一开始的时阵生出来受教育的讲，
中国人啊，死伊嘛叫成中国人啊，所以伊若过身去上帝遐吼，啊，你倒位来，我中国啊，你翘起啊，你找无你啊，你都毋是台湾，你毋是中国人啊，你是台湾人啊。讲一句较实的话，你今中华民国这都无这个物件，全世界找无中华民国，全世界找不到 ROC 哦 ，Republic of China 找无哦。独独干那什么人？干那你台湾？台湾人认为讲你是中华民国，所以你若讲有一天你去跟上帝见面的时阵，上帝讲啊，你对一个人，我 ROC， 上帝破破冰冰的讲。啊，都无 ROC 啊，啊，无你搁倒转去，无可能啦！甲你归类为无国籍，也就讲，毋是讲笑咧，讲实在呢。所以咱这无伫知识人诶内底，这个法律爱读，爱知影讲到底咱是啥物款诶人。啊，你若法律来读，我初级班我定拢会讲。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对不对？对，也是。这就是无读到初级班的啦。我初级班定啊爱甲咱的学员开玩笑，因为我超工头前讲一堆，阿廖讲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加手那么五分之四。阿刷哩阿伯甲你问讲，国宾饭店是倒去国宾饭店的人诶？唔对。啊，迄个唔对，啊，台湾哪会台湾人个台湾？什么人会当决定台湾的主权？台湾哪，当然嘛唔对。你会当决定你的主权吗？台湾人我都决定，会当决定主权的人，迄人有所有权证啦。你会当决定恁家迄间厝要卖歪卖，因为你有所有权证。我讲一摆吼。所以这个主权的定义，什么叫主权？其实主权这个代志，让咱台湾人，莫讲台湾人，亚洲的这些人啊，拢搞得模模糊糊，因为这是欧洲人甲美国发明的。主权英语叫做 sovereignty， sovereignty 这句啊，伫亚洲地方啊出现，才出现一百年了。含日本人一直到去年的四月份，才知影讲哦，主权甲管辖权是无共款。奥巴马去日本访问，演讲，伊讲是啥？钓鱼台、尖阁群岛。用尖阁群岛，我美国有施政权。至于钓鱼台的主权，我美国暂时不评论。啊！日本人遐学者听者拢惊一条，讲啊！啊，主权甲施政权是无共款，因为亚洲的人大部分拢叫是主权，就是施政权。我伫台湾，就介只伫台湾，伫管理有施政权，但是这个施政权不等于主权。我这一定要做清楚诶。所以你即摆知影讲，什么叫主权？这间厝是你的，你有权利决定讲要卖、不爱卖、要租、不爱租，迄是主权。但你住伫这间厝内底，你决定讲这间厝要甲装潢，迄有施政权。但你要施政的时阵，你都爱问迄个主权者伊的意见。啊，台湾这块土地主权是虾米人的？你要甲看历史。历史上会当决定台湾这块土地的主权的有啥物人？大清的皇帝啊，1895年建交，1894年甲午战争，1895年4月7号签这个甲午战争以后的马关条约，大清大皇帝将台湾平和永远割让予日本天皇，大清的皇帝有权利。啊，大清皇帝有权利，啊，表示讲大清的皇帝有主权，但一挂好人以后，变成日本天皇有啥？有主权，要清楚不？所以什么叫主权？啊，所以你来看哈，
台湾的学者嘛是赶快搞不清楚呢。一天到晚骂马英九，你不要出卖台湾主权。马英九有一摆伫电视雄雄讲一句话，恁可能无注意，但我足注意甲听。伊干那讲一摆，电视无阁讲啊。伊讲，我马英九也没有台湾主权，我怎么出卖？伊讲，伊无台湾的主权，伊是要哪出卖？无唔对啊，主权就咪是伊身躯顶啊。大清的皇帝将台湾平和挂牛号。日本天皇，所以日本天皇变得有这块土地的主权。1895年一直到今嘛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，签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，台湾无甲卖掉，啊无甲挂牛，大家拢无啊。按主权上的日本天皇的，那有清楚无？足清楚的啊。所以这个代志有啥物好大哩辩论？没什么好辩论的啊，这么清楚，就这么清楚啊。但是问题是，咱台湾人的内心啊，内心内底会中毒啦。因为咱读的课本跟咱讲啥，日本窃占台湾，我问你，你敢要认那个老爸是贼啊？对，搞窃占的，这偷窃呀。日本天皇讲冤枉哦。我当时给你偷窃，我是公公然然依照《马关条约》拥有台湾的呢。我阁给恁看一个图，这个图是初级班一定要给你看的，就是台湾的地图，在迄个时阵的台湾地图。台湾的地图，你甲注意看，这个台湾的地图啊，在清朝迄两阵的地图，未输台湾剩一半。啊！若国民党要讲迄半哪会无去？啊，讲迄半可能是沉伫海底啦，落尾啊浮起来，唔是安尼讲啊。因为迄当阵，大清对台湾这个土地的管辖权，干那划出来这个部分，正平叫做后山啦，你捌听过无？台东花莲迄边叫后山啦。这个后山是属什么人的？高山族的。什么叫高山族？原住民。所谓的以前你讲什么山地同胞啦，这高山的啦。所以台中的皇帝吼，足妖秀的，伊甲挂这个台，这个土地吼，迄个日本天皇的时阵，日本天皇公公甲收，收入来这样吼，拄着讲这高山拢在反抗。一天到晚跟战争，日本打败中国，不用一礼拜三天就解决起来。日本入来台湾要打败这些高山，要用十年。你看高山多厉害的，你有看一部电影叫做《赛德克·巴莱》有啊？那就看得很清楚啊！日本用大炮，用飞机。啊，建树这个也做高山，当到后尾伊赢啦，一定赢的嘛，对不对？有大炮，啊有飞机，人绝对赢嘛。啊，了后呢，这个赛德克巴莱是讲最后的一个代志，在1905年，1895入来台湾，1905年。日本天皇为着高山召开国际法理会议，叫美国迄当阵的参议来参加，然后决定讲高山唔是一个国家，是一个部落。所以以前台湾无主权的理由是啥？因为规个台湾唔是拢总属一个人的，所以他就没有主权。所以1905年。用十年的时间，日本人用警察、用军迄、那个军队，到1915年，将全台湾归岛，拢总征服。以前台湾无遐好大啦，你唔通想讲即马吼，吼、哦、四个后高铁，后迄个种迄个稻啊，迄个物产丰富。以前的台湾是真歹大个所在。
沼泽啦、瘴气啦，啊，满山满地拢总是落啊。以前的台湾，什么人真真正正去救着台湾？你敢知？日本人，什么人？八田雨衣啦。这人吼、哦，二十几岁哦。日本东京帝大毕业，日本天皇给他派来台湾，创啥？嘉南水郡啊，那个水库啊，伊将那个水库，下只的水，甲做真济的迄个沟渠，分布伫全台湾，有偌长你敢知影？比万里长城搁较长。因为八田雨衣，那要讲吼，台湾这块土地创造者，应该是八田雨衣啦。另外，八田雨衣日本天皇有给他派去菲律宾。八田雨衣另外啊，过世的时阵，因太太伫乌山头自杀，很感人呐、啊。伊认为讲吼，伊是台湾这块土地成长啊，拢一生拢藏伫台湾，所以你甲看会出来讲，以前的日本人是真真正正将台湾这块土地当作伊家己的母国，伊家己的土地。所以台湾人的母国，他们讲不是中国，中国从头到尾无甲你帮忙一角银。全都是为台湾在给你抽税金，真真正正给你台湾金钱，给你台湾建设是日本。是怎样台湾人对日本都有那个感念的那个心？我的老爸就好，我老爸做大学读学，日本时代读到啊做书专啊，台北书专啊，迄个时阵台湾人较优秀诶，拢要去做，叫你做老师，因为伊认为教育非常的要紧。所以日本人对台湾是讲有贡献，有啦。日本人入来台湾，拄啊开始有台，是迄个时阵啥？就赛德克巴莱，迄出电影你看会出来。向阳台湾人入来，那高山讲啊，我的生活领域啊，你入来甲创啥？伊唔知影讲，这块土地已经挂好伊遐，伊反恐。秘书敢那亲像中国人入来台湾的时阵，1945年入来台湾的时阵，1947年2月28日发生228事变，同款。台湾人。从来这个岛，将来哦，自从八田雨衣这个嘉南大圳拢已经做好了以后，台湾人从来没有缺过任何粮食，台湾人从来没有饿死过。今日中华民国之下的台湾，你知影迄个稻啊，供应全台湾偌济，你知不知？你唔通继续讲台湾现在吼，迄个种稻子吼，已经有够你吃呢，即卖已经无够啊，只有我到22%尔，22%，剩下拢爱靠啥？进口啊，进口是安尼进口，会当趁钱啊，叫你休耕，补助你钱，小公司足夭寿诶，土地互伊休耕来到地啊，互你创几年啊吼。迄、那个地就荒起啊！我甲看，咱这个桃园附近啊，一个较靠近迄个啊，做庄卡迄个所在，遐拢已经烧光去啊！啊，无水是安奈无水，伊从这水甲摕去工业用。你无米好食，你会死呢！啊，你无工业产品。你袂死呢？你挺有意思哦。几个人来探看啊？你也看台北市就好，五大弊案，迄巨蛋要起，
迄个什么文创园，所有的啊是日盛生，日盛生是一个完全无钱的人，马英九甲伊斗做伙，郝龙斌甲伊斗做伙，安尼伊赚几百亿，表示啥？贪污啊！表示啥？政策啊！所以你唔通看凶政治人，伊无做生意，伊会当甲人斗啊！我给你政策，你无钱嘛不要紧。迄是足趣味的，你认真甲看迄个案。所以台湾人唔通阁戆啊啦！政策会害死人，政策会害死人，你没有搞清楚。所以咱，我常来鼓励咱这少年啊，尤其是少年啊，你爱读法律。后摆要救台湾，干那一条路，法律救台湾尔，剩的无路。第一，你台湾要跟人战争，你有法度战无？你无法嘞。台湾人有爱台湾无？有，叫你去死，你卖无？卖牙手。恁这期还阁袂歹，还顶一期吼，吼，嘛有人行呢。我愿意为，我愿意为台湾牺牲。我讲真也讲假，卖话口号啦。生命是真要紧，大家拢伫爱家己的生命。但是我要讲的，就是讲，你爱生命真好，不要紧，你。嘛是爱替台湾来出一条路啊，敢是？所以吼，我希望讲今日课是真重，今日课是搭阴暗的，差不多九点半十点，拢讲较深的一撮法律予你听，但是敢若读安尼尔尔，你就讲100%法捌法律啊 ？No。你还阁家己看册，新台湾论唔是讲因为我写，所以讲叫你落去看啦。但是我会当家己讲，新台湾论卖讲恁啦，含柯文哲在看啊。真滴政治人物拢在看新台湾论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本册彻底改变中国人所写台湾的历史啊。乌白，你是讲光复节？台湾建树没有光复节，这上界大的矛盾呀，对不对？你刚才读高级班啊，初级班无读的人，你来想看咩啊？台湾建树怎么会有光复节？建你来啦，我们叫光复节。啊，你建树没有光复，被光复去度，所以打败仗就是爱投降，投降以后呢，土地爱红占领。国际法是安尼啦，你听清楚，国际法无真深，很简单。国际法就是讲，两个政府互相对互相袂爽，袂爽安那经得谈判，安那谈判了后，无法度，只有安那战争。战争的目的是啥？将对方迄个国家的领导者给消灭。就是甲炮赢，炮赢这个所在，你占赢，你袂当甲占领。以国际法规定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。你这个国家甲消灭，但是讲人拢袂当，唔是讲人甲消灭，是国家的领导群啊消灭。但领导群消灭以后，你爱将这个建树的这个所在重新替伊建立一个。政府辅佐那个新的政府要出来，那个新的政府叫什么名啊？民政府啦 ，civil government 啦，安尼听有无？你看中华民国来占领台湾，1945年来占领台湾，他有没有设立台湾民政府？有，设立到。伊叫做台湾行政长官公署，你捌听有？
台湾行政长官公署，迄、那个就是台湾民政府啦。台湾民政府成立，嘛爱够一个军队的主鸟架，就是啥？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啦，迄、那个就是军政府啦。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就是中国军政府啦。所以在1945年多开始的时候，台湾两个组织，一个叫做台湾警备总司令部，一个叫台湾行政长官公署。人多开始的美国有叫中华民国，你爱赶快爱成立两个组织，一个军政府，一个民政府。所以其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到落尾变，先来变，1947年2月28日。二二八事变发生以后，美国说你要赶快改变，所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在1947年的6月初一变作台湾行政府，是为下来啊。警备总部还搁伫咧，迄当阵啊，后尾路尾搁伫咧变，啊变成什么海巡署啊，路尾取消掉去啊。所以这个台湾行政府。后来李登辉公公说要把费城，你不知道记得吗？后来有费城吗？没有，为什么没有？就干脆他国台开过了，把他废掉就好了，但我们没有那么费城，因为美国说 No， 你台湾新政府不能废掉，因为台湾省政府就是台湾民政府。有一天台湾人若觉醒，那个台湾民政府就会起来。那时候美国就已经了定说我们会起来，美国就说你不能把它废掉，那如果把它废掉去，这样真正中华民国就就地合法，李登辉本来就要这样想啊。所以 AIT 派人跟李登辉说不可以废省，但是你要动省可以。所以到现在为止，台湾省政府是处于动省，所以台湾省政府的咨委咨议委员会仍然存在。要收我们都给了钱呢，一个月都领5万块啊，7万块呢，啊坐车都免钱的，高铁都免钱的呢，啊变成给他们国民党去抽佣。所以说吼，这中华民国足够利用，这是完全是国际法的东西啦。啊，所以基本都不敢讲啊，中华民国都也不敢讲啊。台湾省咨议员有啊，拢有啊。所以你甲整个台湾的这政治拢甲拍开甲看，你会发现我们台湾民政府所讲的。都是对的，所以在2006年，咱开始告美国的时候，美国派人来跟咱讲，伊讲阮无想到讲，恁台湾人竟然会晓捌讲台湾民政府，所以台湾民政府要改名，可不可以？绝对袂当改名，不会人计较啊！我来改做台湾自治政府，可以吗？不可以啦，改成台湾政府吗？不可以啦，台湾共和国不可以，台湾临时政府不可以，独独一定死死硬硬，敢若爱用台湾民政府，还是讲台湾平民政府？英语讲台湾 civil government， 这是一个国际化的名词。所以咱当然伫这个广告内底有讲。台湾民政府不是咱家己设的，台湾民政府不是咱家己创造的名词，是渐渐发来的所设的，谁都不敢取缔你，谁都不敢把你废掉。讲较歹听呢，台湾民政府这是金招牌啊，中华民国的司法单位、中华民国检察单位对你绝对不敢动，客客气气。有的办呢？警察捌嘞，伊离较远嘞。咱红的车牌
车有两三千里，你外口你走。大部分警察若较巧的，看到红的车牌，拢头疼眼歪边啊去，伊皆无看。爱甲你找你麻烦的，拢是菜鸟啊！我阁讲一个趣味互你听，要听无？要啦吼！你嘛较差不多咧，趣味才要拍手。迄红的车牌吼，讲较坦白话吼，互你警察袂懵咧。有诶菜鸟吼，偌歹咧！你听，你这红牌是为谁来？你伪造诶，讲你伪造，讲咱伪造。你伪造车牌，要把它拔起来，给办起来。啊，咱同事嘛吼，作业咧。啊，你要办哦，请。但是我无工具呢，你家己办，叫伊家己办。啊，有真正有戆腿的警察来甲办呢。这个代志发生三摆，一摆伫啊做花莲。啊，一摆伫迄个宜兰，啊一摆伫迄个台中，啊，敲电话好啊，咱的同心，不免烦恼啦。明仔载吼，我甲你保证啦，绝对双手摕红牌，下条甲你挂好。我讲，我甲你保证啦。伊讲哪有可能？啊红单嘛有呢，啊发偌济都偌济呢。我啊，你莫紧张啦。你明仔到恁家等啦，一定人来找你的啦。果然，到了第二天啊，两个人一组，穿便服的警察，叮咚，莫名先生，阮主管讲这个车牌爱较紧行李。我甲你讲吼，即摆是全台湾，还佫拄到遐菜价有五位。红白红白，我拢甲伊讲真简单呐、啊，去个按铃申告。理由是啥？听好哦，结伙持枪抢劫民间财物。安尼，这个罪有重无？你听好哦，结伙，因为两个警察到底嘛，啊，警察拢歹穿嘛，所以结伙持枪，啊，改白就是抢劫。民间财富，你看过来去，每一摆你开庭，遐警察面拢敢那见呢？这哪成立是最足当，当然未成立啦。伊讲伊执行公务，但伊执行公务是 over 去啊，超过去啊。这个车牌是美国的军事政府的车牌呢，唔是你伪造的呢。你有法度伪造车牌，干来做这个车牌要几啊百万呢？你免啊伪造啦，够颓的。我感觉遐警察足颓的，拢是少年啊。即摆呢，无人在找你的麻烦。即摆看到，伊若感觉足气场的吼，伊就头目挖过就好啊，安就好啊嘛，对不对？但是美国甲咱规定哦，红牌甲白牌要做一挂哦。你卖讲。但是咱个同心的有诶吼，足计较个啦。要较中，因为切国民党切太久啊，即摆摕到次机会啊，要较插，干那要挂红牌，啊你白牌咧，有啦，我放伫车底。我你妈妈呢，人都规定讲你红牌白牌做一挂，甲你保证你无代志，你无爱听。我看咱头拄仔遐外口吼，还阁有几个吼，干那挂红牌。唔是讲天气啦，我讲啊，你挂红牌安尼，人去用开单咧，开单伊讲伊负责，足厉害咧。有个人是较好讲，迄个咱高雄诶台中诶迄个副秘书，迄查某诶，警察甲查，啊因翁啦，因为红牌嘛，甲查因先生嘛，啊因先生本来无受训啊，啊因先生嘛反对啊，反对讲因太太再来遮受训啊！啊，因为甲查的时阵吼，我来要看伊的行车执照啦。你敢挂红牌啊？你行车执照咧？有啦，我今日无查。伫倒？伫阮兜，阮兜伫对，伫对面。
啊，我转来提啦。啊，警察讲还没做伊去，警察哦，陪伊去甲引导吼。警察他唔敢入去，是安怎？外口挂一个国旗，美国旗。因个查查考去办，你就知影。黑美国旗挂落去，真正警察袂当入去啊！发入旗啊，惊一条。哈，你有美国旗？啊，这美国军事政府的车牌。啊，歹势，歹势，歹势。无代志，无代志，无代志。后摆再讲，后摆再讲。哎，阿赵，安先生讲，太安尼，那变演变机关的定定度。所以从那当中开始，尹先生来在上课了。现在不是只有先生上课而已，对台湾民众百分之百的支持。台中的那个旧办公室没电视，尹先生说，没关系，我给你买给你。为 没支持反对变成非常支持，更加 support。 你看差了，因为很简单，他遇到一遇到那个情况，这个情况不一样，会解决的时候，他就感觉说，这有理，我要支持。这种事情很多的啦，我们到现在为止，初级班的受训差不多有五六千个有了啦。但高级班哦，换差不多，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五官爱过，爱一个法理点招、职务点招，还有职前训练，这样才有完成整个的法理训练。然后你才会当经历的职业是议员还是内阁还是黑熊？哦啊，详细的情况，今日时间够，我明仔继续讲。多谢各位，谢谢。迄个今日吼有迄个军校的考试，恁高级班毕业会当考，但是要参加军校考试，爱穿黑色的西装制服。才能考，你如果不穿制服，你不能考，穿黑色的西装才能考，谢谢。